这说起来，我是能够，我就说我的青春献给了咱们的事业。二十三米，那人呢？七儿子，七口。告诉你，我三年。您是今年85？我37年。哦，37年生人。我21岁结婚。啊。没有孩子。是。我得学技术，在工厂里没有技术，你待不住。我学的是烧玻璃管，我烧玻璃仪器。实验室内离不开玻璃。后来您结婚之后呢？老头子，1个38，1个40。我老头子都没了。第一个38岁。我们结婚半年，他在国外待了几年，就不要孩子，就为了说两地分居，你带孩子没法学技术，在国内去世了，癌症啊，都是癌症。你我跟你说，你就想，凡是小时候十几岁出来学的时候没有好成绩，像我来说，我们干这个工作，就是有毒有害，是气体。毒有害还是气体？那你得使煤气烧哦。煤气加氧气加氢气呀，1000多度才能化呢这玻璃。而且那会儿全是纯手工嘛，烧制。现在也是手工烧制。玻璃厂没了，倒闭了。您之后那老伴儿也是？他是古建那时候修房，修房哪有他现在车退呀？都江板上，两个。啊，两土栏。那土栏这两个布搁的一边一个石头堆，搁绳子一搭，都这样烧那砖。你想能好得了身体吗？49岁，住院从来就说没有病没有病，住院4个月，医院一检查的时候说的是早期啊，说给他做手术，他就是早期的，结果一打开就等妈。哎，当时就活了，又活了3个多7个月。哎呦，用完给你一年的工资，一个人给3个月，不给你3个月，那就什么都没有。那您那等于一个人含辛茹苦，最后就是养3个孩子，又当爹又当妈。3个儿子，你说我没向请过要一分钱，车间里的人也说，你写个申请，我不写申请。对呀，那会儿您能写申请啊？不写。这说起来，我这难过。现在我交两年房啊，退休就给你一个纸条。3个儿子，你说怎么办？大儿子有房了，结婚了；二儿子结婚了，二儿子也有病，什么都不行。不能给，就给你这个，让你自个儿去找，去想办法。给这钱够买，给我300多块钱，够我买几天房？不到400万。要是呢，谁有房子谁也不在那待着，绝对的。您说这院里怎么住？就说给这钱给那钱给哪个钱呢？人家家里就一个孩子，像我这么大岁儿了，有3个孩子多吗？80多。五几年结婚不要孩子，老头70多，五几年就70多，他就去援外嘛，援外去了，支援国外去了。那去的哪国呀？我跟你妈说，先后去了4年。就我一个人跟家里。小时候10几岁去学徒，那个掌柜的能拿你当人吗？料气行都没有好生意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学徒，应该跟那个掌柜的得写合同。那您现在这退休金能拿多少的吗？5000。就是也是您属于有毒有害，得45退的休吧？我46。大妈年轻时不容易，两个老伴先后去世，又得养活3个儿子。如今呢，衷心的祝这位大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